2020年莫拉克风灾发生多件，就爱失业嘞。屏东县政府也布来超规划，规内列的事故还个真忙发通，其中包含莫拉克风灾超级烟雾、潜、江石景雾，而潜出还个监察江石游戏参加救灾的职工，同时经过来民众江石疏灾还个重启工厂按部规的经验，加强灾害防救政策同计划。 而表现出屏东县同外界发出转机，安尼增强嘅力量。屏东县政府做样片，说明莫拉克风灾失眠重建的厂，包括永久屋嘅安置、部落产业复兴、公共建设重建。 还有风灾避难的强化夜道，这边将我提离那离部落，期盼10多年的经验费。我们知道这里是我们当时有三乡三村，包含到我们三地门乡的大社村，包含我们雾台的好茶村，包含我们马家的马家村，三乡三村的居民在这个地方重建他们的家园。 贵州都感谢给当时民选演出结束，屏东县政府特别发出清明烟雾，而且莫拉克风灾期间是纯粹演出给职工主角，而邀请职工做转到屏东，向他参加从神奇洗礼行，或者还送一份精美的洗礼物，感谢他给当年的付出。不管是提供水也好，送一瓶水也好，或者是拿一次扫把也好，我想对所有的县在当时县来说。 都是最感动的一刻。屏东县政府表示，因应桂南疫情的阶段气候，屏东县失眠了，台里的桂山、强加东乡、强岩村也都已经水的天气，也已经渐渐的看到桂山的效果。在莫拉克过后，我们新建了温宅抽水站、羌源抽水站、大武丁抽水站，好阿根几个排水系统的一个整建之后，这两三年来应该没有这个。 看不到这个状况了啦。县政府表示，除了以井水提起的桂山，不离港中的气温也推广用水中天，希望桂山输载民众的生活。莫拉克风灾经验内的发通，而用正向的发通来呈现，希望本外的看到屏东县新年来的成长同改变。下个新闻，潘胜峰屏东报道。